我是 Enter，欢迎收看 Enterbot。先前有一部影片，大概提早了一个多月，发现华云即将要推出 AS 三三零四 T。后来他们果真发表了四台机型，其中就包括这一台机器。那这四台机种都是属于入门的机型，其中三三零四 T 是这四台当中最高阶的。 但我的看法是，三三零四 T 是在取代之前的三二零四 TV Two，而三三零二 T 则是取代三一零二 TV Two。我的经验是，如果一次讲太多型号，可能有的观众会没办法吸收。但是对于了解华云机种跟它的架构脉络的人来讲，可以非常快的了解这些新机它对应到的定位是哪一些。那以这一台三三零四 T 来讲，它的 CPU 是 Realtek 的 RTD 一二九六。 没错，我们一开场就把它给拆了，让大家更赤裸的看到它的硬体规格。这是一个 ARM 架构 A53 四核心的处理器，那上面也有一个小小的铝脊型散热鳍片来帮助散热。机体部分是四颗三星的 DDR4，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，无法更换还有升级。总共容量二 G B 的大小，基本上也能够满足大多轻度使用者的需求。那时脉的话，官网是没有标示，不过根据这个 DDR4 芯片来判断的话，应该是二六六六 m h 赫兹的。储存的 ROM 一样是来自三星的，型号我们也就列在这边，是 EMNC 的。 容量是八 GB，那三三零四 T 它是一个四倍的机种，另外一台三三零二 T 它是二倍的。虽然我们这次开箱的是三三零四 T，并不是三三零二 T，不过按照华人的习惯，这两台机种用的主机板应该会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买三三零二 T，其实这部分的内容对你来说应该也是有参考价值。网络部分为一个二点五 G 的网络，是相较上一代提升最大的地方。要知道上一代相同价位只有一 G 的网络诶，所以新机等于是翻了二点五倍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虽然现在手上的电脑可能还是一。 G 的，但是二点五 G 是目前家庭网络的趋势。像我们去年还有今年开上了很多新的主机版、笔电、AP、NAS 都已经是二点五 G 了。那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二点五 G，也可以买 ASUS Store 的这个转接器，型号我会打在这个画面上。那如果你把 NAS 跟 AP 接在一起，也记得要找有支援二点五 G 的 AP，才能发挥你整个内网的速度。讲完网络的速度，我们回来看 CPU 的实际使用感受。平常操作 UI 的界面其实都还算蛮顺畅的，不会感受到明显的延迟。像我平常主要就是放着让它跑备份的任务。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，CPU 占用率也不高。 所以对一般家庭来说，这样的使用绝对是绰绰有余的。那如果你让它同时执行多个大型城市，例如同时播放 4K 影片，然后又播音乐，又同时跑图片的处理，那处理器的占用率就会非常高。毕竟它是入门机种嘛，设计就是给家庭的轻度使用。如果你需要更强的效能，我们后面会提到选购上的建议，或是你可以参考我之前开箱过，我现在自己也在用的是华云的 AS 六六零四 T，这次三三零四 T 搭配的硬碟是我原本手上就有的一颗希捷的 Iron Wolf 十 TB 的硬碟。前面几个影片有提到，因为我。 前面在玩奇压币的心得，那当时手上也没有什么大容量的硬碟，就先把这个囤起来的硬碟拆开来用了。 直到三三零四 T 到货，我才把它移过来使用。我个人是希捷纳斯狼这个系列的爱用者，我目前手上所有的 NAS 里面的机械硬碟全部都是用 Iron Wolf 的。那这几年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的风评也非常好。Iron Wolf 这个系列主打的就是 NAS 专用，例如它的设计就是二四百 T 的运作，就比较适合 NAS 这样二十四小时不关机的应用。此外，很多人用 NAS 也会用多颗硬碟来组 Red。那不过这次我经费也比较不足，他手上只有一颗硬碟，所以没有办法组 Red。Iron Wolf 的硬碟内件就比较多颗的感应器，可以减少震动。 带来的影响。另外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 Iron Wolf，它全系列都是 C M R 的。 相较用 SMR 的硬碟来讲，就有更安全的资料保存，而且不用特别去看规格表，哪些是 CMR，哪些是 SMR，反正我买 Iron Wolf 那就一定是 CMR，这样是还蛮方便的。像这样专门设计给 NAS 的硬碟，它的 TBW 也比较高。像 Iron Wolf 这一颗，它的 TBW 可以达到一年一百八十 TB。因此呢，即便是一般桌机或者说 DAS，只要是存比较重要的资料，我都会优先从 Iron Wolf 这个系列才开始往上选择。那这一颗是十 TB 的，当时价格是八千九百九，差不多是我拿到货的几个礼拜以后，哎。 T R B 就开始火了啊，S S D 硬碟就开始涨价缺货了，好险我提早买了。那讲到价格，我们也回来看一下 NAS 的部分啊。三三零四 T 的价格是一万一千九，三三零二 T 的价格是九千九，所以才差两千块，那就是差在那两倍而已啦、啊。所以等于说一倍就是一千块。一般我们讲到 NAS，可能印象中价格就是要一两万以上。那的确，如果你是想要比较齐全的规格，CPU 效能比较好，I O 比较多。 的确要一两万以上的机种才比较够用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，如果你只是放在家里储存资料，那也不需要把规格抓的太高。其实把钱花在刀口上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例如最近 Google Photos 取消了免费的储存，很多人就会开始考虑用 NAS 来做储存。有很多亲戚长辈朋友来问我这些事情。那我觉得如果他的使用就是一般家庭的话，我其实就蛮推荐用三三零二 T 来做备份，因为这样的机器性能就已经非常足够它的使用了。那如果它更大一点四倍，OK，那三三零四 T 的空间也非常大。 一家四口甚至三代同堂的容量，它都能吞纳了。甚至我觉得一般家庭用二倍的就可以了，买两颗大一点容量的硬碟就非常够用了。假设十几 TB 好了，哇，十几个人用也非常足够了。那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有一些单档比较大的档案，那云端可能放不下。例如百大经典电影、十大经典影集，还有动漫、SSCD 无损音乐等等，这些都是上 TB 的容量，你也可以单独买一颗十 TB 以上的 Iron Wolf 就放在 NAS 当中储存。讲到电影，你可能打算将这台 NAS 放到电视下面连接，可以播放影片。 不过要留意一下哦，这台 Nuts 是没有具备 HDMI 的哦，也算是它的价格优势下的一个取舍。所以如果你有强烈的 HDMI 的需求。 那价格上就要跳比较多几道，A S 五三零四 T 了。不过有时候五三零四 T 的那个价格啊，特价杀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很夸张，大概一万三就可以买到了。所以我觉得价格其实非常甜。那既然涨到五三零四 T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哎，这个三三零四 T 跟五三零四 T 外观几乎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主要差异真的就只有在前面板而已。例如华云的这个 logo，也是玫瑰金色的，相较以往的阿苏苏的金色，这次的玫瑰金色就比较柔美一点。不过华云的几种哈，外形这真的差异就非常小。我觉得很有可能，如果你到展示的卖场看到这些机器。 恶作剧一下，哎，把这个前面板更换，或许店员都不见得会发现。目前华云的三三系列有二倍，还有四倍，那我是建议华云可以推出个十倍的机种啊，这样型号就可以叫做三三一零，然后副标题我也帮你想好了，叫做核弹级 NAS。不过我认真说，我觉得华云明年愚人节搞不好就会跟大家开这种玩笑，所以我,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到时候不要被骗哦。以这一台三三零四 T 的硬体效能来说，如果只是单纯让它做个手机的备份或平常电脑的备份。 那其实也太大材小用了，所以我找了两颗 IPK 来玩，都是 Forcecan 的，一个是 C2M，一个是 R2M，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提高 CPU 的占用率了。另外，我觉得很大的进步就是作为系统 ADM 4.0。二零一六年华原推出了 ADM 3.0，时隔五年，二零二一年它推出了 ADM 4.0。我自己的主力机还是保留在 ADM 3.5了，不敢贸然升上去，因为如果你一旦升级到4.0，那就不能往后退了。像常见的用户，这一点还是要留意一下。我最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看，哎，新的系统跟旧的到底有哪些不？ 一样。后来我觉得哇，这可以讲的东西真的蛮多的。我打算直接独立一期节目来讲 A D M 4 0那这边我就讲一个。哎，华云，你今年是不是被苹果收购了、啊？现在整个界面大改的超像 Mac OS 的。例如，原本右上角的按钮全部改成了 Mac OS 那种圆形的红绿灯的按钮。好，假设你说这是巧合，OK，那你再看这个预设背景。如果你是 Mac OS 的使用者，你应该可以马上认出，这几乎就跟 Mac OS 蒙哈 n 那张沙漠的 wallpaper 是一样的。我就放在这边，大家左右自己公屏一下吧。 那整体来说，我自己是觉得有非常强烈的熟悉感的、啊，因为我自己平常用 MegaOS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。我个人呢，私心是很喜欢的、啊，我觉得是有加分，因为真的是仿的惟妙惟肖。但是站在评测立场，我是认为不应该做这样的模仿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样的模仿，是不是应该用第三方的 app，然后让消费者自己选择安装，可能变成外挂的方式，我觉得会比较合适。 再补充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，就是这次 ADM 4.0加入了 Dark Mode，就是黑暗模式。不然我之前光是整理档案要看设定，还有看档案所管的白背景啊，眼睛都快瞎了。那以前作业系统还没有流行 Dark Mode 的时候。 虽然你是可以透过浏览器的插件让网页变成深色的背景，但是 NAS 的登入页面是没有办法支援的，所以你用 NAS 的时候永远就只能看非常亮的荧幕。所以这次 ADM 四点零加入了深色模式，我觉得是非常贴心护眼的进步。硬体方面，三三零四 T 依旧维持着华云的优势，就是风扇很安静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到设定里面将风扇调快一点。而买 Arcap 的冷备份功能，我们也讲过非常多次了，老观众估计都会背了吧？那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之前开箱华云的影片，或者到官网可以看看这个买 Arcap 冷备份的功能，我觉得非常好。 用 USB 的部分总会有三个 USB 3.2卷 e 前置一个，后置两个。它电源是外置的设计，瓦数是九十瓦。最后讲一下三三零四 T 的选购建议，给想要买这台机器的人一些理性的分析。虽然官网上面这台机器的副标题是写 “SOHO 工作室必备多功 NAS”，不过我认为，但凡跟工作要扯上边，我建议都是念一下预算上高阶一点的规格。例如说，同样是华云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五三零四 T 或六六零四 T。尤其 NAS 这种设备跟手机的选购就非常不一样。手机你可能想说啊，我两三年后就会换。 换一支了。那现在用个中阶的也没关系嘛。那至少我就是这样想的。但是 NAS 你通常一用就是三五年，然后这边补充一下，三三零四 T 的原厂保护就有三年，保护到了你一定还是会继续用。这 NAS 你通常会用个五六年以上，甚至用到十年都有可能。所以在选购上，我觉得不要太拘泥于它的名称，叫做 Soho 工作室。 应该预算高一点去买高阶一点的机种，但是如果你的预算非常有限，那你也觉得单破的二点五 G 其实已经满足你目前还有未来的需求，那也是 OK 的。毕竟四倍机种才一万出头的价位，这么强的优势摆在这，那我觉得最适合的其实还是个人使用还有家庭啊。如果你觉得四倍太多，也可以选择二倍的机种，毕竟这一两年已经有非常高比例的家用消费级的产品从一 G 的网度提升到二点五 G 了。那现在选择华云这样的机种三三零四 T。 我觉得在未来几年都是有加成的效应的。以上这一期就是对于华云 S 三三零四 T 的开箱跟评测，邀请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 Enter Box。我是 Enter，我们下期再会。